知影这甘道生啊，伊根本是一个路行歪的风水师啊！你个人想要利用破坏别人来起家己道路，绝对袂当去歹心动歪脑筋，利用风水去伤害别人。江中人和这款人修养，伊是当好到位倒位去啊！你嘛查这个所在吼，古老闭锁人拢足济啦，你若要保掉你的性命，你都要乖乖听话。莫想讲有万条网，互你做靠山，你着等我白来，我来讲哦。你叫凯虹，你去台是阮爸。我教凯虹，一世人拢是阮收人，我要甲你辛苦点吧。一屁一屁挂落来。退缩下来，讲莫向我吐血，一定生病急救啊。报应才紧落来哦。你有凯虹已经交保啊，另外就只个，那有跟平平无交？拢讲话未？当然啦、啊，我一定会替逍遥重新起个早。会路小路，拄只好捡到个真假电瓶，实在是红下口。因拄仔讲是要去检查空气，也搁有怀疑咧。你就是一直传讯息给我迄个人，临时变安怎甲我传出去啊？我死你！哎，想不到你也熟悉江总裁用白哦。突然变甲真有钱，我唔知影是不是甲这邪术有关系啊？啊，讲遐尔厉害，我洪水甲欧江的移山倒海替人转运哦。邪术干哪摆？嘛，歹袂过人的心嘛。非得哦，江中民这个人啊，我哪看我拢感觉怪怪啊。